飙过去，你会跌倒，飘来吃屎啊！你又不听话。啊，这里的啦，这里呀、啊，这一块。不相信你，你先穿鞋子。那快点给我电话。好了，你先穿鞋子。哎呀，那你这样没办法过去啊。哎呀，那你怎么过去啊？那边要穿，你干嘛不穿拖鞋啊？因为比较多蝌蚪啊。